我先说，你从桃园跟踪我到我现在干什么？我问你，我没有跟踪你，我要去学校考证照，我在路上遇到你，然后我刚听到你说那个人，我想拦下来，我想报警，那前面那个警局，我看要不要去嘛？我现在陪你去啊。跟踪我，我没有，我先说我没有跟踪，还是这边报警，这边报警好了，要不要这边报警？你不是不满吗？你说我跟踪你，我在路上遇到你，我要去我学校考证照，你说我跟踪你，你走啊，你去啊，你干嘛跟踪我？没有，你说你要报警啊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没有，你跟握手跟踪我干什么？没有，你刚刚是说你要报警，不要跟我鬼扯淡，你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你们这种人就是来抓违规。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假如下来通融你，我跟你讲，不要。今天你是他妈还遇到好的，如果是通融换三把，马上给你通融。哎，我先说一下，刚刚谁先违规？你是不是停在路边挡路道路？旁边有汽车，我们也没有过，后面有一大排，我轻扒你两声，然后你就很凶的。你凶的到我后面，我要赶时间，我没有时间跟你问，好不好？你很强硬声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八强声超过三秒就违规了吗？那你挡在我的前面，你还跟我讲理由？什么？我到你前面，你挡我的路，还要那个还停下来？我是不是要可以报警？你还跟我说，还跟我说长按喇叭？可以报警啊？你要报警吗？我现在可以报警。如果你是妨碍人家。骑乘的那个啥权利跟奖，你不满就报警嘛，你还有什么理由？我看是谁先违规嘛，我看谁先违规。你是在来抓违规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你就先违规，然后说要报警抓我。你说你要去学校，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我没跟踪你，我要去学校啊。你没跟踪你，为什么还在我挡在我的前面？我没挡在你前面，你可以走。你要去学校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。那你去忙。你现在跟我拦在这边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拦你啊。我停在路边，我没有拦你哦。没关系，我在报警。好，现在报警啊，没关系。走，开始走。摆明就是要抓我违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放过我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叫警察来，我们去派出所，我可以告你妨碍人家驾驶。好，现在可以告你妨碍驾驶。好，你现在鞋带不要给我去，我们去派出所。我告你一条， okay. 你妨碍人家驾驶。Okay. 你从桃园路桥，你跟我到现在，我没跟你，我去我学校。那火车站，你给我跟到这边，你跟我说我违规，你跟踪我。你想要抓违规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让你去学校，你跟我去派出所。随便你讲。你妨碍我骑车驾驶。好，随便你。要去警局就去警局，太夸张了。警察局那边是不是？那边是消防队，那边是派出所。我把这个物证送交给警察。OK， 没问题。妨碍他人驾驶，超怪！我会放过你。那边警察局，不要去错。我是碰到三秒直接给你拦下来打一顿，跟你讲。不要溜跑，这个可以断你公诉罪。